it had 3 points. My commitment to peace is those 3 points. One, no more war. Two, war no more. Three, war never again. And to that I say, amen.祈愿战争不再。牧师用三句话表达他对和平、对爱的渴望，这也是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所致力宣扬的理念之一。911恐怖攻击是这20年来全球最危难的时刻之一，性命的消逝带来多少惊恐与悲伤。太极门师徒选在这样危急的当下，用沉稳祥和的金钟抚慰众人。这样坚定勇敢的大爱也陆续在9月16号飞往被推测是恐攻下一个目标的夏威夷。练武之人守重承诺，正因为灾难当头，洪博士更坚守爱与和平之心，与30多位徒弟顺利克服挑战，在纽约取得航班飞往夏威夷。其余400多位早已规划要参加阿罗哈节大游行的太极门弟子，航班则被取消。虽然人数锐减，9月16号当晚仍成功的在夏威夷剧院举办祈福大典，用钟声、武术及歌声抚平人心，祈求生者安心，亡者安息。檀香山市长何礼士先生由衷感佩，因此特别颁发檀香山荣誉市民给洪博士，并宣告9月16号为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暨洪道子博士日。和平的钟声带来祥和与安定的祝福，世界上亿万森林皆是所值，我们以沉痛的心向9月11日的罹难者哀悼。世界的团结合作是立即性与必要性，以发自内心真诚的关爱，化解世人的忧伤，让光明再度点燃生命的希望。世界自爱和平总会会长太极门掌门人宣告于西元2001年9月16日，我觉得你们这次来到美国来实在是很伟大，特别是遇到这个911，而你们能够祭司里在做一种这个祈祷啦、祝福的这种情况，所以我看到很多师兄师姐他出场的次数都是4次5次，可是那个真心还是抖擞，很自然的表现。我想你们从这个观众的掌声中就会得到一种喜悦，因为真的是表演得太好了。20周年后的今天，不止美国，台湾及全球各地正遭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经济危机，人心起伏不安。当年受到檀香山市长赞许的太极门，这些年却同时在台湾面临信仰自由迫害，已经长达25年。即使法院判决太极门无罪无罪确定，官员依旧违法拍卖太极门修行圣地，但他们仍坚持传播爱与和平，并受到全球各界领袖赞扬，至今已走访101个国家。今年2021年9月，太极门人再次重返夏威夷、檀香山等地，如同20年前般，用歌声为当地带来正向能量，并推广国际良心日活动，借此唤醒人们善良本心。此外，更拜访台湾办事处官员，希望政府修正历史错误，早日解决太极门假案，尊重人民信仰自由。记者荣嘉报道。